疤痕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影响？脸上长个疤，对容貌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些疤痕就比较重了，比如手指长个疤，长得过大了，手指伸不直了。久经不愈的疤痕，当心是癌变发出的信号。经常运动的地方容易反复摩擦，摩擦完以后反复破，这种破呢，你稍微放放药，稍微运动的少了，它就愈合了。但是这种长期的刺激就是形成疤痕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进食酱油真能让疤痕完美无瑕吗？酱油这本来对伤口愈合是没有任何影响。不是说那个色素要沉着，跟那跟你吃的没关系啊，没关系。那你要吃黑芝麻，难道你会长得很黑？吃白芝麻。对，特邀北京祥云金城疤痕医院曹卫红院长、周爱民主任跟您聊聊你不了解的疤痕。健康饮食，老刘为您奉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三杯带鱼，精彩马上开始。要健康，请登录飞华健康网。想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也请你登录飞华健康网的网址，网址如下。欢迎各位收看《饮食养生会》。前两天我摔了一跤啊，这儿没什么大碍吧？没大碍，留了一疤。哎呦，你看有点深。哎，我这儿也有个疤，是吧？我也摔了。我小时候长冻疮，这留下了一个疤。反正就是很容易。嗯，我就没见过或者没听说过谁就从头到尾完美无瑕没疤的。那不可能，是吧？特别是小孩动不动就摔。对，所以疤痕到底是怎么留下来的？我们该如何了解疤痕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两位专家。曹卫红教授和周爱民教授，有请两位。曹卫红，北京祥云金城疤痕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全国烧伤分会青年委员，全国烧伤学会创面修复学组委员。周爱民，北京祥云金城疤痕医院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师协会疤痕亚专业委员会委员。本期爱问团的嘉宾有湖北卫视主持人碰碰，著名主持人张悦，影视演员黑妹。我们来看看你不了解的疤痕。俗话说是烤了伤疤忘了疼，这肯定的啊，它就本来它就不疼了嘛。但是他说这个任何的创伤没有疤痕就没有愈合的希望，所以它必须得有。而人生第一个疤就是肚脐。这不是疤吧？肚脐是个疤吗？它是天然存在的。它也算，你那个脐带从身上脱开以后，一开始是一个创伤嘛，打了个结儿啊。一开始你看有个消毒的过程嘛，脐带脱掉以后，对对对，还是往外流血的。对对对对，肚脐形成就是疤痕愈合。难怪就是很多现在生孩子的时候，你得找那个手艺好的，他打的结儿好看。哎，对对对。据说啊，对，据说有一位著名的妇产大夫，就是那个好多那个过了好多年了。说哎呀，王大夫，当年我妈生我的时候就是您接生的，我记得。您看，哦，是我的。什么样的疤痕能够给我们带来自信和美丽？割双眼皮儿，这我不信。有好多割双眼皮没有特别自然的，我见过好多。对，那可能就比如像您就没割吧，自己不内双内双，对内双是吧？如果说真那么美丽的话，您就割了。这个男的割的少，还是女孩子爱美的多？嗯，现在男的割的也不少，男的可多了。嗯，啊，那我们都不说这些了，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疤痕啊，有哪些不好的地方，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好的，这个疤痕对生活的影响啊，大家都可以看，只要身上长疤的都有这个过程。一个是愈合以后的痒是第一关，对，有时候痒可能比疼还要难受。对，啊，其次才是疼。啊，我觉得先疼，没长好之前先是疼。对，你摔了以后先疼，对吧？疼吧，真能忍受。嗯，你疼了，而且疼的时候你特别注意不动它，开接加开痒的时候麻烦了，老想抠。对对对，老想挠，抓心挠肺。就是快好的时候痒，好了一个早期的也是痒，痒更难受。对，还不如疼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说颜面部的这种。这个疤痕啊，它就是直接就是毁容的。你看鼻子、眼睛，如果脸上长个疤，对容貌的影响是很大的。还有一些疤痕就比较重的，比如说手啊、
腿呀、脚上这些疤痕，这也很容易就形成一个叫功能障碍。比如说手指长个疤，长得过大了，手指伸不直了，或者是、啊、还会这样吗？会很多的，这疤痕，比如那是骨头受伤了吧？不是，那是这个皮，比如说烫的比较深啦、啊，它就会影响手的运动，包括脚啊这些，尤其在儿童、小孩的时候，小孩的手我们看很细很小，稍微一烫。可能就伤到这个皮肤以下，有些时候烫到肌腱、烫到骨头了，所以它很容易就形成后期的这个功能的障碍。啊，哎，这个是非在儿童是非常多的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这儿受了伤，它可能把皮给它拉紧一点，对，它就伸不直，因为疤痕的生长速度要比正常皮肤生长速度要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做相应的治疗的话，它就会牵着这个手啊或者地方形成弯曲的，伸不直了。尤其是小孩他害怕疼，他也不会让你碰，所以他这个很容易就形成这个弯曲，造成功能障碍。哎，我认识一个小朋友是湿疹，湿疹就没有治疗好，你跟他摸他的手，他就是特别粗糙。对对，但也算疤痕。那也算，那就将来他也有可能这样。他就你想，四岁小朋友一手就跟你握他的手就跟干了3年5年活似的。会这样？他还痒，经常这样。他没治吧？我觉得这就去不了根儿了。找了很多大夫，他就是治不好，还是粗糙的。那也挺痛。这算疤痕体？这也算。他越痒越挠，越挠呢，这个地方越不容易好，越不容易好，越容易形成这种小的细微的疤痕。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心理上的影响，尤其是这个。面容上，再加上功能有影响的时候，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一般的情况下，从儿童，大部分的儿童从2岁以后，他就有这个，如果容貌上有损伤的话，有疤痕的话，他就会有心理的阴影就出现了。除了儿童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就说这个女孩子也是非常在意的，一个特别小的疤痕，可能比男孩子都要在意，这个心理上的创伤也是挺大的。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说。疤痕的这些罪状，这五条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也是最关心的这对，何老师有时候这疤痕啊，还会给别人造成心理阴影。为什么？就是你比如有一个小伙子摔了一跤，脸色摔了一道，他没事儿，别人看见他都说：“哎，这人厉害。”啊，对吧？就是不敢跟他吵架。疤痕如此可怕，这黄强。4个月大的时候呢，因为一场意外，他的头皮被烫伤了，伤口愈合很好。但半年前呢，20岁的黄强头顶的伤口突然间开始溃烂，而且经常会头疼。经过检查，却是疤痕癌。啊，没什么呀？没听说过。没听说过。而且他这个潜伏期太长了，20年的潜伏期。啊，对呀。4个月大到20岁。这个也有，这个我是亲自都见过的哈。因为那我们真没听说过疤癌，疤痕癌，疤痕癌。它其实啊，这个就跟我们后面还要讲这个疤痕的一个分型啊。这个疤痕癌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大部分的就是说，这个是因为家庭比较贫困，因为大部分人老百姓对觉得身上长个疤呀，他不太在意的。或者经常。活动活动啊，尤其疤痕大的时候，有时候有钱人也不在意，有钱人相对在意。刚才姐姐不说了吗？是面子工程，有钱人很在意这个疤痕的。哦，因为这个疤痕时间久了以后，它那个压迫了局部变硬了，压迫了底下的血管神经和走向了，所以它压的时间太久了，萎缩。像咱平常的好多人，小的时候血管瘤呀、经过一贴敷啊，变成放射性皮炎了以后，它一萎缩了以后，时间久了血供差了，它就容易癌变了。哦，它这个不是都愈合了吗？这愈合了以后它变硬了呀，哦，就像地似的，变软的时候能长种子，你变硬的时候它就会长出来。还有一个样子它是愈合了，但是呢这种疤痕尤其在我们的关节部位，经常运动的地方容易反复摩擦完以后反复破，这种破呢你稍微换药，稍微运动的少了它就愈合了，但是这种长期的刺激就是形成疤痕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像他刚才说的头顶这个部位的愈合能力是非常强的，有些时候破一点呢他不太在意的，而且有些时候头上长一个疤，他有些时候痒的时候还喜欢抠，抠完抠破的以后很容易就长好，越不在意的疤他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癌变。而且这种癌变以后呢，这种癌呢大部分是鳞状的细胞癌，这种细胞癌就跟他往这个深部长。我见了一个小孩是11岁，因为4岁的时候烧伤头皮，
刷完以后呢，一直有个创面长不上，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差一点的农村嘛，在贵州那边，时间长了，大概到十一岁的时候，然后家里就发现就不对，这小孩子头上长得跟小菜花一样，就是那个疤痕癌。然后呢，再一做 CT 一看，整个的疤痕癌都清到这个，把整个的颅骨全给吃透了。天哪，那没得治了。对呀、啊，他就然后就联系到北京嘛，联系到北京，我们看的时候就觉得发过来照片，我说这个孩子可能也就这几天可能就不行了，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整个的神经系统的表现就全部都出现了，说这样的这个也是非常可怕的，虽然是个疤痕引起的，但是呢，就是长时间不注意不在意，就是你们也没办法。对对，但是要早发现的话，可是那怎么才能早发现呢？这个对怎么个发现法？这个、还是早期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疤痕老是反复的破，老是反复的疼痒，非常难受的话，还是早期去治疗。那大夫，您说的这个老是在，它是指的同一个地方呢？同一个地方，同一块疤。对对对，同一块疤。那比如说，你看我这儿也有个疤，我最近老在运动嘛，要么有时候摔一下呀，手撑一下，要么现在做那个很流行的平板支撑，也是要用手稍微使点劲就破了。它也就老是这一块儿，对，就长好了。我现在你看又有点伤疤了，那我这个也要谨防疤痕癌吗？对，你这种反复破的一定要预防，你经常破就说明这个地方的伤口还是皮肤还没有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其实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完全愈合那就别再去刺激它。对、哦、那就是说它的那个地方抵抗力差是吗？对对对，然后所以说容易细菌啊什么的容易侵害到它。没错，容易反复的感染，容易反复的侵害到它，所以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对吗？对，但是它这个疤痕哈，嗯，我的理解就刚才大夫讲的，他那个反复破或者烂，他应该还有壳。像我理解的疤痕就是像我这个，它是一个痕，对对对对，但是它已经好了，它就是个痕迹嘛。对对对，痕迹不应该癌变吧？痕迹不应该，对，他就是应该是说接痂，那痂老子掉了又接，掉了又接，就是说他一直不好，他才会造成这样的疤痕比较厚，嗯，这个部位疤痕比较厚、比较大的这种，对，容易。疤痕可以说是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的冤家，它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是随处可见。然而人们总是认为疤痕只会影响美观，而对于疤痕癌的认识却是少之又少。疤痕癌是由于疤痕长期瘙痒和经常摩擦刺激，导致疤痕长期破损和糜烂，形成久经不愈的溃疡恶变而成。你也不必过分担心，疤痕癌变的发生率还是较低的。但是对于疤痕，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对于久经不愈、反复溃烂的疤痕，更是要提高警惕。在平时生活中，还应注意预防，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编辑短信 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到10661098，即有机会获得由中国咽喉药领导品牌蔓延舒宁提供的护嗓大礼包一份。中国咽喉药领导品牌蔓延舒宁。而我们还有一个词儿叫疤痕体质，像我就属于摔了它就会留下一个，人家有些人摔完了以后好了，长几天就没啥事，没有跟没发生过一样。没错，那是大部分人都不是疤痕体质。对，绝大部分人都不是疤痕体质。那什么叫做疤痕体质呢？常听说有人是过敏体质，就海鲜过敏啊什么的，花过敏。疤痕体质就是说你只要受了伤，这个就一定会留下疤，不会恢复到以前的那个光滑的皮肤的模样，他们称之为疤痕体质。我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对。这个解释是不对的啊，就像胎记一样，是老天爷给你打的标志啊。那个疤痕呢，就是你受各种外伤、手术啊、感染各种东西，他给你打了一个标志，一个是先天的标志，一个是后天的标志。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这样叫痕迹？那又为什么有些人摔完了就看不出来？有些人摔完了以后呢，因为他自身的愈合能力比较强，就跟他的饮食啊、生活习惯呀、体质啊、肤色呀这些都有关系，他有的愈合就非常好。像白人呢，他就基本不得疤痕。就像那黄种人啊，黑人像我就很容易留，皮肤越黑得疤痕的几率越黑越留疤，而且它会浅嘛，它那个就等于说是它，比如说留了疤了以后吧，像白的人可能他那个长出来的那个皮肤嫩嘛，颜色浅嘛，会看不出来嘛。像我这肤色深的嘛，然后它长出来的皮肤变浅了嘛，明显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疤。你是单晒那块，
晒不起，其他都不晒，旁边也晒呀、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人而异吧，就是说有的就像大家老百姓常说的斑痕体质，就是说家里有很多人就有这个叫斑痕体质，其实不是的，就是说它斑痕的产生啊，跟你的诱发的因素和你当时的创面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你像有人，我说做了甲状腺，这也是斑痕易好发的部位，它就没有疤，我肚子上做了一个剖腹产，它就有疤了。这是不一样的，就跟你当时受伤的部位有关系啊。第二，跟你当这个部位的皮肤张力也是有关系的呀。你皮肤越紧的地方，它越容易落疤呀。那您就跟我们说说，身体哪个部位最容易留下疤痕？那肯定是这儿这些地方，手肘、膝盖这些，因为你全是摔的地方，它是这样，容易做手术的地方。它那个疤痕留的位置，咱们看一下，那就是有些疤痕疙瘩，胸口，对，下面的还有脖子，这个软组织特别少。然后呢，这个部位呢？张力也比较大，因为你所有的上肢的运动都会影响胸口，这些部位容易流啊。这没什么受伤倒是，对，没注意，我还，但我真看到你要是让我猜的话，我绝不会猜这儿，因为这儿很少受伤。因为您的皮肤好啊，有的人是他容易长痘的，长完痘以后他去挤，他炎症刺激到真皮以后，这局部的斑痕疙瘩很多的。哦，你没长痘，斑痕疙瘩呀。疤痕疙瘩就是我们的通常的疤痕，像你刚才的疤痕就是一条线一样的。疤痕疙瘩就是高出皮肤表面，我们有些时候定义是2公分以上的，很高很大。嗯，这种2公分就这么高了？对，很高的。这么多吗？嗯，非常的。这个叫疤痕疙瘩，这种疤痕疙瘩也非常多见，最多见的是胸部，还有说打耳朵眼，女孩子打耳朵眼容易流。那现在医疗水平都发达了，都进步了，那就是查出它是疤痕体质。能够给它治成不是疤痕体质吗？您这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因为这个我刚才不跟你讲了，不要轻而易举给别人定一个疤痕体质。它真正疤痕体质是这样，我们一般接触病人的时候说，哎，他说我这地方一个疤长得很高了，那我在你身上其他地方还有疤吗？胳膊上一脱下，胳膊上没有疤，也有印儿，有个疤痕的印子，但是它不高，也没有凸出来，那我们说你这个肯定不属于疤痕体质的范围。疤痕体质是什么呢？哪怕蚊子咬叮一口，这地方起个包，好了以后它就形成个小突出的疤痕。哦，这个太夸张了吧。必须是凸出来的。哦，哎，那我就不是。太磕一下，我烫一下，我都形成一个疤，所以它身上会有好多的这种疤痕。哦，所以你一看你就知道很恐怖的，可能有头从头到脚，它身上好多的这种。嗯，那就是无药可治了。你只能告诉他，只能增强免疫力，我估计绝症这是。怎么预防？比如说他身上他受到这种伤害以后，你怎么预防让它长出来？嗯，少磕。反正预防这很难，你要磕到了，对吧？对。咱们说，真长了疤，反正现在就是激光，我们看的是比较多的。反正治是可以的，还有什么老年斑？老年斑，对对。哎，他真能给你去没有？对，我知道，就是叫什么点那个啊，点那个什么什么。麻不是麻子，叫什么雀斑，然后还有痣什么的。对，点完以后它也会结痂嘛，跟泼了一脸咖啡渣子似的那种。对对对，就出来了。但是时间长了那个一脱落了就好了。还真看不见。啊，看不见，真看不见。嗯，是不是这个可以用于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方法？现在老百姓啊对这个要求也高了，什么是安全大家要求都是这个把这个疤痕去掉。对，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用激光的，也可以用注射一些激素啊，注射一些药物也可以，也还可以用电烧的方法，还可以用放射的方法。怎么样算安全？这个是非常难界定的。所以说安全的定义就是，第一，对人体不造成这个副作用，没有损伤。药物如果说对身体有副作用，那么药物要少用。射线对人体肯定是有副作用，这个也要少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激光它的副作用是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是相对来说安全的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呢，这个激光呢现在也分为很多很多种，因为激光我们知道根据不同的波长治疗不同，我们刚才说了可以治疗黄褐斑，可以治疗血管瘤，也可以治疗疤痕，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样的美容院它是没有这个资质做的，因为激光我们说它属于医疗设备，我们需要有意义。现在好多美容院都有、这个就属于违规的。对，我们那个协和医院大夫告诉我们，按道理你用激光打耳孔都属于是医疗。对，都你都不应该到那个摊上去打。对，啊，
只不过就是说普通美容院为什么他也用这个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很安全，就是安全性能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谁批准他用了呢？没有人批准，那肯定是不会有人。只要一查估计就是违规的。对对，还有一个他用的激光的设备跟医院用的是不一样的，他激光生产厂家他没有这个叫医疗器械的这个批文号。那既然我是开美容院，那我就买一个带批文号的，不让卖给他是吧？你可以卖给他可以，但是你没有这个使用的资质。只有医院才可以。也就是说他们甚至连买都不买那最好的。对对对，还有一个激光呢，我们有些时候说你打在身上一点变化没有的这种情况下呢，美容院你做的顾客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治疗疤痕，治疗什么时候我们激光也打的可能疤痕上会有很多的这个结痂呀，会有后期好了愈合又会有创面，这个是必须要医生来给你专业的解释的。你要如果说是美容院的话，他肯定他不希望我给你打完以后身上这个地方还没长好，所以这个的技术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美容院治的东西跟在医院治疗的东西本来就不太一样。对，就像在医院你说会留下那个。对，你比如说就是我这儿有个创面吧，然后比如说小孩这儿有一个创面，然后他长大了他不是要长大吗，那个创面会越来越大嘛，然后他也是比如说他是像我这样的深色的皮肤，然后他长开了以后不是也变成浅色，如果用激光的治疗的话，他那个颜色会有改变吗？会跟你原来的颜色就会跟旁边的那个颜色是一样的吗？这个就是说看面积大小。嗯，激光的作用就主要我们就知道热作用，它就等于把你的比如说你是表皮的烧一下我就烧到表皮烧掉以后让你重新再生长，重新生长它底下可以长，周边也能长，所以这个作用是肯定是有的。就是平了，就把它弄平了，就颜色改变不了。不是，它就颜色也可以，组织啊、器官啊，它对这个激光的吸收是不一样的。不一样。我黑色素就吸收这个波长的光，我红豆吸收那个波长的光。那你说这个激光，它等于说是除了它可以把，比如说高的变矮嘛，就等于是变平，然后能把那个凹下去的部分，然后那个什么吗？也变平吗？可以啊。也可以啊，可以啊，它可以刺激底下成纤维细胞啊，让它去长啊，它长起来的分泌更多的胶原蛋白，就把坑填平了。还有就是说，你比如说点痣啊，或者说是弄雀斑啊，然后就点完了以后，那医生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吃酱油啊，不要吃什么打酱啊，不要吃海鲜，这些管用吗？不要吃海鲜，我倒觉得是发的，说是它是这样，酱油这本来对伤口愈合这没有任何影响，对，不会影响你。不是说那个色素要沉着。跟你吃的没关系没关系。那你要吃黑芝麻，难道这个时候对不对？你会长得很黑。吃白芝麻。对，它那个色素跟体内的色素不一样，体内的色素主要的那就正常吃就是了。对，它没有不含这个就 OK。酱油大多数从豆制品里来的，豆制品能有一些乱。那吃那些发物呢？但不是说绝对没有。比如说什么海鲜什么的，会有影响吗？就是你做完了。是的，因为皮肤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啊。你吃完那些异性蛋白，它要从皮上代谢呀、你代谢一刺激它，那个皮肤就会痒，你人是不可能忍住去不抓它的，你再一刺激的斑痕就长了。那还是不要吃。所以说还是就是说，在它的增生期，就在自己觉得症状比较痒啊、比较疼的时期，尽可能还要控制的。假如像您这样的，已经这个后天打这个标志已经存在了，它又不疼又不痒，没有任何症状，那就无所谓，就吃吧，就是无所谓吃。我记得小时候磕了一下，我妈还不准我吃姜。他说姜也会形成就是那种疤痕疙瘩，那是我们四川人，它是辛辣的食物嘛，就说辛辣了呀，海鲜的就也算是疤物一样。我们没有，我们四川人有一个说法，那个疤我们不叫疤，我们叫姜疤啊，因为那个疤不是有像姜一样，像姜一样，对对，所以呢就说不能吃姜。这个还是跟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也有些人他吃完海鲜就是受完伤他也没什么感觉。但是有一大部分的人他是有感觉的，我吃完以后我这伤口更痒了，所以这样的病人你可以告诉他，那你吃完你痒你就不要吃了，那确实是可能也有可能对蛋白啊，也有可能对你这个制作的这个过程的一些东西有这个反应。现在市面上的去除疤痕方式多种多样，最为常见的就是激光去疤。专家提醒，激光去疤是需要严格的医疗医资的，切勿盲目听信，还应及早到正规医院医治，将伤害降到最低。要健康，上飞华健康网。本期节目专家由栏目组和飞华健康网联合推荐。刚才大夫讲到了这个疤痕疙瘩，那我想问问，这个疤痕疙瘩它有一个极限吗？比如说它长到多大就不长了？
如果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有点不好看，反正在胸部也看不见，那我不治行吗？疤痕疙瘩是这样，疤痕疙瘩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医学界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类似于一个良性肿瘤的一样。哦，你不管它，它就长，它就一直在长。哦，不管它就长。对，只不过长。凡有疤痕疙瘩就都得去看吗？应该是，只不过它生长的速度有快的有慢的。但是一直都是在生长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还是希望还得去看，你这种不看它一直在长。回答一下新浪微博的网友的一个提问，袁小姐35岁，她之前做了一个手术，术后身上呢就留下了一个长长的疤痕，现在摸起来硬邦邦的，看上去是鼓起来的，晚上又痛又痒，所以想问问专家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你看她这个事情，我觉得像疤痕体质。对，这个已经一年了嘛，正常的情况下一年的斑痕已经成熟了，对 对，就它还是在不停的生长期，然后你说就是说你看了它这个斑痕以外，它肯定这会儿按常理说啊，应该比原来的斑痕要大了，其实它这个应该叫斑痕疙瘩了，出来这个要治疗，就得按斑痕疙瘩去治疗了。哦，哎，那它治疗完了以后还会再复发什么的吗？治疗完了以后，这个就是说你得什么样能够诱发这个斑痕形成的，你得控制住了。就是说，医生要跟病人要进行沟通，饮食、生活各方面要去沟通，让他去多注意，把能够诱发这个斑痕疙瘩长的因素都给他去除掉了，斑痕疙瘩就不会再复发了。关键是大家是说，陋习难改啊！我的积淀了这么多年的生活习惯，我很难改的，所以需要经常去沟通，不能忌嘴什么的。那咱们明天吧，再详细讲一讲怎么来处理这个斑痕的问题。现在我给大家做点吃的，两位请坐。好嘞，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3杯带鱼。我们先开火，锅里面放入5花花生油。这带鱼呢，必须要炸一下。要大碗拌带鱼吗？啊？要拌一下带鱼吗？啊，不用，直接炸是吧？对。不用把它那个腌制一下是吗？不用腌，就直接炸。直接炸。你看，我们今天呢改良一下，用1杯米酒，1杯酱油和1杯可乐。哎，也是3杯啊，也是3杯啊。但我们酱油呢是选择的是鲁花的自然鲜的酱香酱油。哎，还需要蒜、洋葱、香菜、姜、葱，这些胡椒、糖盐。嗯，你炸的时候呢也可以搁一点淀粉，比如我们给它搁一点淀粉裹起来呢会稍微好一点，但是我觉得干炸也行，其实很多时候带鱼就干炸，炸出来挺好吃的。油热了，还有比如说我要是做鸭子，那个鸭子特别容易出油，然后我把那个油撇出来之后呢，我再做别的菜，喝鸭子是吧？啊，鸭子，然后用那个鸭油烙饼也特软。哦，然后吃的一物两用。这鸭子是比那个鸡的油要多啊。是是是。带鱼一定要把它炸黄了，就脆脆的会很香。锅里面再倒一点鲁花花生油，这样少一点了。好，先把蒜放进来，蒜要先炒香。洋葱也先放进来炒香。这个时间真的不能太短了，洋葱和蒜一直这么炒，把它的香味都炒出来。好，我们在锅里面先把米酒放下去。嗯，这个米酒和咱们的料酒还是不一样，米酒是白颜色，甜嘛，而且可乐，鲁花的鲜自然香酱油，鲁花的自然鲜酱油。再放点小葱，啊，去锅的时候，
在这儿的文件上，嗯，哎，你为什么刚才起锅的时候不就是你爆锅的时候为什么不放姜？那个忘了。我们要尽量的让它的汤汁啊少一点，干一点，嗯，啊，稠一点。对，嗯，闻到那个味道了，嗯。好了，关火。哇，好香！三杯带鱼就出锅了。三杯带鱼，食材：带鱼、调料、米酒、酱油、可乐、蒜、洋葱、香菜、姜、葱、胡椒、盐、糖、淀粉。做法：一，带鱼加入干淀粉拌匀后备用。二，锅里倒入食用油，待油温起来后，将带鱼小火慢煎，煎至金黄后捞起备用。三，另起一锅，锅里倒入食用油预热后，放入蒜、洋葱，小火爆香。四，再依次加入可乐、米酒、酱油、带鱼、葱，翻炒均匀即可出锅。导流贴士：一，在做三杯带鱼时，带鱼块一定要沥干水分。这样不仅有利于裹上薄粉，而且还利于带鱼煎时不粘锅。二，带鱼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尤其适宜气短乏力、久病体虚、营养不良者食用。最后我们再撒点香菜。哎，好，真漂亮。嗯，好，别把那带鱼都盖完了。好，色香味俱佳。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大夫。明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讲关于疤痕的问题，同时要感谢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和鲁花自然鲜酱香酱油的大力支持。下期再见。再见。养生笔记：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因此身上有几个疤痕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疤痕不仅会影响人体的美观，还会让人有奇痒难耐的感觉。除此之外，严重的疤痕创伤还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能力，因此有了疤痕还应及早到医院进行治疗，以免耽误疤痕的修复，造成终身遗憾。饮食养生会有奖互动进行中，只要您登录饮食养生会的官方微博，就有大量的养生笔记供您下载，编辑短信 VX 加您希望看到的养生话题和养生专家到10661098，即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天天有惊喜，赶紧行动吧。